KPE 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企业公司。K 很简单，就是 Cool。B 呢，就是我们 Banana。Boy。Yeah。D 呢，就是我们试射科。Delicious。Design。Yeah。Cool Boy Design。Yeah。Cool Banana Delicious。我今天呢，不是要跑大接力，我们是要裸奔。是要裸奔。当然，我们要怎么裸奔？跟他说一下。首先呢，全部会在操场的中央摆出背后的这个东西。当然，每个人背后的字是不一样的。只有到大队接力时才会揭晓。然后每个人前面的图样也是不一样的，就到大队接力的时候才会揭晓。当然，大队接力的时候，我们服装绝对不是这个样。大队接力时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完全阻断风阻的一种衣着。这个还是等到大队接力再说清楚。完全没有，所以这是对毕业在毕业之前做的一种控诉。去年大队接力，我们以非常神速赢了第二名0.3秒，总共烂死了。总共两个失误，我们才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请看到他的脸，长出来，他吓到人家，人家跌倒。这一次我们决定用了最强的方案，就是让对方跌倒更多次。你看，看他们的脸，就知道他们长得多恐怖。你想要看到真正的大队接力吗？吓死你！下回见真章。哇塞！天哪，哇塞！夏冰心里非常兴奋，非常兴奋，因为这次我们要有点突破。我不知道等一下要怎么讲第一名的感言。你可以帮我想吗？赢定了，赢定了，你赢定了！我相信他们会得很好的成绩。我希望我们大队接力能得到好成绩，因为我们 KPD 抢速都很难，对不对 ？KPD 答对了。OK， 谢谢观赏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其实我今天没有比大队啊。一定会，一定是四色科赢。